老白了。对，现在只能坐在电视机前观摩他了。大拇指，大拇指，现在很会是大拇指，打死一个马上一个大拇指。我怎么感觉以前没有见过大拇指？对啊，后期好像稍微有几个啊。小龙、东明他们现在防守真的很扎实，第一局比赛打到现在，一个进攻扎死他们都没有。全通过防守反击，打得很开的球。6666666，韩国这队真的是防守真的还是可以，能捞。我记得我前几次跟他打的时候，杀的我真的是膝关节都留在场上了，肩膀都留在场上了。所以说杀他们还是要方式杀对，像小红前面这样杀深的就对了。你一旦开始着急想发力杀死他的时候，好了，就落入他们的那种防守习惯了。可以，5-0。对，东方开局。太强了，我东方姐。漂亮啊 ，Harry。Harry。美妙的。懵了。防的哦，比小红都防的好，感觉。本来就是。小鹏，我心里是向着你的啊。那我肯定向着东平。他是我见过混合双打当中防守最好的运动员。高林姐是我听过的传奇，他是我见过的传奇。这句话说的好。对。他们，我。这是你在说一个女生能做得到的吗？东平姐生气了。你在发谁后场啊？不是他打的，他叫那么多是吧？东明姐罚的球，拉拉队，拉拉队。我突然间这么亢奋了，觉得应该差不多要收比赛了。应该上来第一分就开始斩小红，这样就有更有震慑力这个比赛。哟，好，哎呦，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挺重要的，因为也在奥运会的馆。大家也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，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。好，今天的麻辣鸭舌就到这里。走之前记得点个赞哦。